主料：鲫鱼一条，南瓜250克，红枣6粒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花椒粒，姜片4片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红枣用温水浸泡，南瓜去皮去瓤，洗净切块，鲫鱼处理干净，在鱼肚子里放入2片姜片，几粒花椒粒，锅内烧油，放入2片姜片，几粒花椒粒，放入鲫鱼炸1分钟，再翻面炸1分钟，加水煮沸，放入南瓜和红枣，小火煮至南瓜熟，放盐煮1分钟即可。出锅烹饪技巧：花椒粒可以去鱼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